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说立委这个选罢法的第73条修正，和这个顾立雄委员的提案，那我这边手上是拿到他最新的修正动议，我大概他我再念一下哦，跟你们手上的内容不太一样，就是因第120条第一项第三款之情事，经法院判决当选无效确定，或于法院审理当选无效诉讼中辞职者或当选人有褫夺公权尚未复权之情形时，其确额由落选人依得票数之高低顺序递补，不适用重新选举或缺额补选之规定，但递补人员之得票数不得低于选举委员会原公告该选举区得票数最低之当选人的得票的二分之一。好，那另外接下来就是因死亡、辞职或其他事由出缺时，应自死亡之日、辞职之日或其他出缺事由发生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补选投票，但其所一任期不足1年时不予补选。哈，那我想这个是最新的修正条文。那，我想这个部分哈，刚才几位委员讨论这个要递补或者是要补选的问题哈，我想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刚刚我听廖国栋委员在讲说，这个复数选区跟单一选区呢，这个是说当时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廖委员你说你们退让嘛哈，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想在这边很清楚告诉大家，对于原住民的这个选举，民进党的主张从来都不是单一选区或复数选区，而是我们主张族群代表制，这样才能够真正保障到各个族群的选举利益嘛。好，所以在这边我郑重澄清一下哈，那个廖委员的部分哈，这个严重扭曲民进党的主张哈。我们主张各个族群都要有自己的族群代表。那但是回归到我们现实的这个体制上来讲，我想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子啊哈。以平地原住民来讲，过去我们林郑二委员他，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每一届他都官司缠身，然后连续两届都做不满就下来。但是这个实质上对于我们这个对于我们原住民来说，其实两个委员要分担这么多的陈情，好，还有我们这么多的这个业务来讲哦，其实这个空缺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相当的不公平。那再者哈，原住民的选区这个幅员辽阔啦，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现在是把总统选举跟立委选举合并，那这个合并主要是为了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节省这个选举的经费嘛，这个也是一个考量，对不对？没之错一吧，之之一一嘛，啊，之对。一，但是这个算是重要考量嘛，因为你两次选举就会花掉很多钱啊。那我不晓得，诸位，你是认为说应该，你比较倾，你的意见是比较倾向要补选，还是要不同的理由啦，不因同为的我理想由？刚刚就讲过说，因为他的出缺是出于那个前面的那个不法的竞选是。作为，所以后来被判当选无效这样子，那对，这种所以东我西是说，是你是认为应该要递补，假这如一种是原因。不法的原因，那需要有出缺的时候，你认为是应该要重选还是要递补？这一个原因，只有这个贿选啊，造是。成了当选无效这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地方选举里面，就是那个逻辑是在哪了啊？我觉得这种逻辑应该适用到，不管是什么样族群的选举都应该一样啦，因为是，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啊？是那个部分应该递补，那个部分应该递补对，哈。我那其想，他的应该补选。我想我的这个看法应该跟你一样啦，哈。那补选，但是就是说，那我另外再请教啊，那你认为这个门槛的部分，递补门槛的部分，
应该，这边顾委员的提案是他的修正动议是二分之一，你认为合理吗？有讲二分之一，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这也是逻辑上跟其他的一致的。那你有算过，就是大概，比如说山原平原，你知道那个大概有几票吗？我倒是没有算，因为他们每一次会不一样呢。对，那我想在这边提醒哦，就是说，其实当选的门槛，我想大家还可以再讨论啦，因为毕竟在我们几次的选举下来当中哈，像比如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像平地原住民，应该山地原住民也是一样啦，就是说，我们在前两名或者前三名，然后跟第四名以后那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嗯。好，所以，我赞成是一定要设这个门槛的限制，不然这个地补的人，假如他的得票率是很低的，那他就没有那个正当性去代表好这个整个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对，好，那我想提出个人的意见是这样子。那另外呢，我很快的讲一下，就是有关国家主委员的提案哈、这个提案其实我跟姚文智委员之前之前有去拜访过你嘛哈，只是因为那个国家主委员动作比较快，他就先提了这个案子。然后我们之前呢，其实去的时候主委态度并不是那么的支持。那这个案子，刚刚姚委员跟我讲说，他有提案，帮我们提案，那被挡了33次，33次。那主委，我不晓得几年以后你的态度，好对这个提案的看法怎么样，有所改变了吗？委员，我跟你报告哦，我没有什么改变，我基本上就是讲说这是应该的，但是呢，我们的要求是说法上面有明确的规定啦。但是我还是提一下了，虽然哈，我们已经这是卑微的要求啦，600个字内有罗马拼音，然后也有所谓的国字哈。那说实在的，据我的了解哦，阿美族的文法其实转换过去的到这个阿美族语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那个解释那个用语是会变得比较长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应该要好好的再考虑一下啦哈。未来我们这个翻译，就是说用罗马拼音的部分，是不是也要就是局限要在600个字内要 share 国文的汉字跟罗马拼音？比较理想的是，好，就是它的汉字600字内，那其他翻译好，另外再看嘛，罗马拼音的部分就另外再看。这个细节的部分，我想是可以讨论的。好吧。好，谢谢。好，谢谢。嗨，今麦我想蒋乃馨委员不在场。好，罗明才委员不在场。王惠美不在场。邱志伟不在场。管碧玲委员不在场。这是什么名？吴老什么？吴志扬委员不在场。何新存委员不在场。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场。简东敏委员不在场。林维洲委员不在场。周成秀霞委员不在场。李坤哲委员不在场。黄伟哲委员不在场。郑运鹏委员不在场。林德虎委员不在场。姚文智委员。啊，主席，我想请中雄的刘主委。好，那个刘主委。啊，谢谢。姚委啊。刘主委你好。是。我先跟你确认一下，你的任期到什么时候？明年的11月3号。到明年11月嘛，所以。